玩具。吃早饭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佩奇，你看牙齿拔下来了。Oh no！ 今天又收获了一颗牙齿。我今天可以收获多少颗牙齿呢？医生，已经拔完了吗？拔的时候一点也不痛哎，只是打麻药的时候有一点点。对吧，佩奇？啊，对了，两个小时之内啊，不能吃任何东西。对了，这是冰袋，把它敷到啊。拔掉牙这边的脸上，但注意不要冻伤喽。如果还有其他情况的话，一定记得来医院。刷牙的时候也不要太用力哦。好的，谢谢你，医生，再见。拜拜，佩奇。下一位。怎么了，小林医生？我是文文，我的牙齿好痛哦。好的好的，我来看一下啊，你伤下嘴巴啊。哦，啊，小朋友，你有龋齿了啊？龋齿？Hello。因为有了龋齿，所以牙齿遇到刺激就会疼。啊，那我要把牙齿拔掉吗？啊啊！为了看得更仔细一点啊，我们拍一张 X 光看看吧。口腔便携式 X 光机，开始拍照了。Oh no！ 看吧，这就是龋齿。哦，还好还好。现在这个龋齿还可以治疗，治疗好了就不痛了。来吧，文文。谁叫你爱吃零食还不好好刷牙？现在你的牙齿都是我的了。不要不要，我不要给你我的牙齿。这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呀！别
别怕，文文，要先把坏掉的部分清理掉之后才能治疗啊。你看，它转起来啊，一点都不会痛，而且还有凉凉的风哦。手术真的一点都不疼哎，而且我的牙齿也不疼了。文文，你平常是不是很喜欢吃零食啊？是的，我平时喜欢吃甜甜的东西。嗯，甜东西吃太多是不可以的哦，不可以。对了，让医生我来教你怎么正确的刷牙吧。上面的牙要往下刷，下面的牙要往上刷，里面的牙呢要顺着牙缝旋转的刷，咬合面要来回的刷，要这样仔仔细细刷3分钟以上哦。This is the way we brush our teeth, brush our teeth, brush our teeth. This is the way we brush our teeth early in the morning. 小朋友们也记住了吗？维持牙齿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哦。